他回家出了个什么东西啊？金丝背心，荆棘背心。哎，我服了，伤害不够，伤害绝对不够，完了秒表白用了。但是一般拉夫应该也不会这么出吧？感觉伤害确实够了。可别告诉我你下一件要。小小秀一波，回去拿小龙。希望现在的奥拉夫脾气已经下来了，我这可不是领先了一点点啊，不要找死。真的是分不清大小王了，这一次不用大招拉开，直接跟他站撸。这一波之后，我相信下一波你不会这么勇的。哎，什么情况？怎么都记完了？大王龙不是还没刷新吗？没事，都在计划之中。看我的 BGM 开始响。狂暴满载！这里我过来，对面会丢控制，用阿信的免疫派克的 Q 技能，做掉派克后直接恐惧蜘蛛。哎。卡鲁卡鲁，哎，赶紧一波了！刚玩什么玩？真的是让我开机。